西湖商工职业学校今天在台北市六师文化中心举办一项生活专业教育展览，展出了学校实施生活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各项成果。展览中有西湖商工获得生活教育和管理特优、环境卫生特优、台北市高级职业学校技艺竞赛团体和个人第一名、从军人数最多等卓越的成绩。另外还展出了同学的观光事业和电脑教学的作业等。复兴商工美术工艺科今天也举行了毕业展览，设计的范围很广，有商标、招贴、橱窗设计、果核项链、戒指等的工艺设计。复兴商工校长张慧生女士表示，同学们的设计不断在创新，像果核戒指、项链、腰带、摆设等已经有不少成品外销。一面富有热带色彩的整幅壁饰以及许许多多利用光学或实物设计的欧普图案，也都表现了高水准的成绩。